在花坛公有市场内的许记花坛肉羹是彰化知名小吃，也是少数使用炭烧的古早店家。许多媒体及美食杂志纷纷竞相报道，闻名全台。这里的肉羹比一般其他店家还大块，外层是滑口的鱼浆，厚度恰恰好，里头包着很扎实的猪肉，香嫩美味。羹汤则算是中度勾芡，汤头浓郁又香甜，还伴着诱人的炭烧气息。店内除了有招牌肉羹，同时贩卖控肉饭、干面、肉羹面、肉燥饭等等，全都是铜板价格。在花坛美食战场中屹立近60年，保留古老的木炭烧煮烹制是独特的坚持。